剧场，多少人啊？182。对，现在我看他们跑到过来186，跑过来多少？200，然后多少？不是，反正今天其实真的很开心，都看到这个情绪感到，真的是谢天谢地，我原本都超级紧张的，很多哦怎么办啊？今天台北卖完，其他东西都怎么办？再听一下，再听一下，还是看到你们真的非常的开心，很多朋友也是初次见面，我不是简单。希望今天来听的人都是喜欢我们的人，所以讲太多屁话的人不会讨厌我们。好，我们来介绍一下刚刚我们的那个前面那个 snap 的贝斯，我们的新贝斯英雄庞杰。成功高中毕业，其他我都不知道。贝斯弹得好，这样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来讲一下，我们去年其实在去年冬天有去是花莲，我们到现在真的很怀念，很多歌曲都是我们带过来的。今年其实在那个月的修炼对我来说很重要，跟我们大家的感情啊，无论是默契啊，各种东西都变得越来越不好，好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但是越来越好，对不对？啊、其实今年我也是很想，就是如果有空的话，我们还是想要再去修炼啊，走走。可是在我这个要求之前，我觉得我希望大家可以配合我一件事情。我等一下会说谢谢白勋，那是我们经纪人，他非常的认真，非常的照顾我们八屎八尿，希望大家给他们最大的鼓掌。谢谢白勋。真的是这个时代能够要顺顺的，然后再去走生活过日子，都是非常非常多人的帮忙，真的是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带来我们的下一首歌，一样是。在花莲带过来的歌曲叫做《江湖醉》。不会当了解，你不会当了解。